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长兴讲座的这个基本形状。在布局中呢，肯定会很经常见到类似的这个形状。那么以后黑棋从这边挂，白棋跳，黑棋飞了拆二，这都是普普通通的招法。那么呢，这里呢当然很大了，白棋呢拆个二，这个是非常普通的。那么，对于这样一个结构。这样一个结构呢，在实战中呢，会经常出现。有时候这边的形状呢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啊，这个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反正无所谓。那么对于这么样一个结构，黑棋啊，以后在这里啊，应该如何新棋啊，怎么下最好？那么呢，就是说我们本期呢所需要这个研究的内容。对于白棋这一块空啊，或者这个棋形来说，黑棋如果是想最狠的打入啊，这个呢是有一些这个过分的，有一些这个过分。由于这个地方是白棋这个拆二啊，如果说是黑棋这边拆过来了，那么以后打入呢当然很严厉。在以前的这个节目中呢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，但是呢。由于白棋这边是白棋的指令呢，这个打入呢就显得有些过分了啊，这个白棋就压住啊，黑棋不管怎么走，白棋就退啊。由于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空间太小啊，这个黑棋呢无法做活，而白棋呢外面指令呢，结构呢也没有什么毛病，这个黑棋呢是明显的显得有些这个过分。那么打入啊，直接打入不行，也呢就是说呢，只有呢想办法呢在外面新棋，外面削一个啊，当然是个先手，不走的话呢，黑棋马上就要靠下来，但是呢白棋呢也就是呢老老实实的硬一个，这个结果呢，黑棋虽然削着了一下，但是白棋这个空呢，都很结实。这个黑棋呢，没有什么任何呢，可便宜之处啊，而且这个子在外面呢，也还是一个孤棋。一般来说呢，这个招法呢，是这个黑棋呢，不太肯的，那么黑棋尖冲啊，这个又更进一步，比这个浅削呢，是要更加积极一点。不过对此呢，白棋呢。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吧，我们就是白棋爬过去啊，黑棋退，白棋就爬过来，这个呢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，白棋很结实的啊，这个把底下的石空呢完全守住了，黑棋虽然压缩了白棋两下呢，但是这两个子啊依然是一块呢不太好处理的这个孤棋。以后呢肯定是被白方攻击的对象。这个黑棋来说呢，就是说呢，对白棋啊这个施加的压力呢还不太够，黑棋谈不上满意。如果说啊，这个在这里你觉得没什么好下的，平平淡淡的啊，在这边跳有时候呢，也还可以，就是说跳呢，就是在这边，黑棋如果有发展前途的话呢，这个跳一个呢，有时候是可以考虑的啊，扩张自己，同时呢，压缩一下白棋。不过就这个棋形啊，就这一块这个局部而言呢，这个跳呢，也是有些缓啊，白棋呢就可以啊靠压退。那么呢，白棋呢这个地方的空呢也慢慢的越来越大，而黑棋子如果说在这里的话，这个增长的这个是很小很小啊，如果除非这边有大模样呼应啊，这个再贴起来，就局部而言，这个交换呢
这个黑棋啊是吃亏的。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长形呢，想必很多爱好者呢也都知道啊，黑棋对付这个白棋最有利的下法呢，就是这个反靠。确实，这步靠呢是对于这样一个棋形啊，这个形状来说呢，应该说是最有利的一手啊，最有利的一手。它的目的呢，就是说呢，先尽最大的限度来破坏你这个地方的实地啊，破坏你这个地方的实地，同时呢，看看你这个白棋的这个行棋的态度啊。白棋对于黑棋这个靠啊，怎么应对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白棋呢，主要是有两种啊，有两种。一种呢，就是说，从底下搬啊。这个底下搬呢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说呢，是这个来，守住啊，以底下的实控为目的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从上面藏啊，或者从这个上面搬。这个呢，就是说，从上面行棋啊，这个以从上面行棋呢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说呢，以攻击为目的。好，我们先看看从底下搬，底下搬以后呢，黑棋呢连搬啊，这是必然的。接下来呢，白棋啊，如果立守控，这个呢就是呢过于委屈了啊，过于委屈了。黑棋呢可以先搬。啊，这个大家注意，这个先搬是个好次序。白棋如果粘上，那么黑棋再粘啊。虽然白棋守住这个实控啊，但是从这个二路度过太委屈啊，这个太委屈，这个被黑棋压迫的太惨啊。这个黑棋再一连通的话，这个白棋的目数啊，实在是太少，白棋不能考虑。注意先搬好啊，如果先接的话呢，那么白棋拐过以后你再搬呢，那么黑棋呢就会白棋呢就会糊起来，这时候它不能糊啊，糊了你打吃可以挡下来了。那么如果这时候白棋打吃这个啊反击呢，那你黑棋就粘上啊，虽然它能贴起来啊，但是你这里呢能够挖打一下，这个让白棋啊非常难受啊。这个呢，要不然你先手提一个子啊，这个白棋已经很委屈了。然后呢，黑棋再搬啊，这个也是白棋委屈的形状，白棋不能接受。所以搬的时候呢，白棋肯定呢是需要断打的啊，断打进行这个反击啊，不能立，这个要断打进行反击。这时候呢，首先黑棋要这个排除掉一点呢，就是说从这里翻打出来的手段啊，这个要排除掉。虽然能翻打出来啊，破坏掉这个白棋的这个底下的实控，但是这个中腹啊，这个中间被白棋先开一朵花，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，对整个中央的厚薄以后作战，不管怎么样呢，都有产生那个巨大的影响。虽然黑棋能从这里接出来，但是这三个子依然是非常重的这个孤棋啊，白棋就贴，直接飞也可以啊，直接飞也可以，贴完了再飞也可以啊。这个就是说，虽然黑棋啊破掉了底下一点的实控啊，但是自己变成一块沉重的孤棋，而且呢，让白棋呢提掉一朵花也是非常的厚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。黑棋啊是应该排除掉啊，排除掉这个翻打的手段，让别人先开花，这个是与棋理不合。所以呢，断打的时候黑棋也是长啊，黑棋也是长。这时候白棋呢依然是不能手软啊，依然是不能手软。不管你往哪边缩啊，比如说你缩在这边，那么黑棋一打，这个你要是提呢，他还能打一下。这样呢，被黑棋拔掉一个，这个先手拔掉一个，白棋太吃亏。你跑的话呢，这个脚上被吃了，这个目数太大了，这个目数太大。虽然这里很厚，但这个目数实在太大了。那么你只能从二路打，二路打了以后呢，黑棋提，
这个还不敢打上去，打上去还有打劫，只能退。那么这个外面被黑棋先手拔一个，自己从二路渡过呢，白棋呢也不能接手。白棋啊，补在这边也是不行的啊，补在这边很明显，这个棋黑棋有个争的手段，有个争的手段啊，即使没有争的手段，他也可以引争或者打吃了再粘上啊，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，跟刚才打吃直接被白棋拔花这个情况呢又是两回事。所以白棋断打了以后呢，也只能是往上贴，来自往上贴，这个呢就是说必须这个是用强啊，白棋的用强。然后接下来啊，黑棋的这个手段呢是断打，断打。这个白棋立啊，白棋立。局部来说呢，现在这个是黑棋啊，在这里呢，暂时呢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手段啊，特别厉害的手段。这个长啊，看上去很严厉，很严厉啊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白棋呢也有好的防守手段啊，也有好的防守的。这个地方白棋有这个拖的手劲啊，拖的手劲。这个棋是这个局部的手劲。如果你直接拐回去啊，那么这个黑棋一打。这时候他不是打这个啊，这个打这个被提两个太大，他是藏这个，你再拐呢，那我就断了。这个白棋，你从这里跑出去以后呢，但这个地方啊就是有问题，所以呢，他要先拖一下。如果你冲了以后，他再拐回来，啊，他这可以吃掉啊，吃掉再拐回来，那你这个冲断的手段呢就不成立了，啊就不成立。这个呢是一个方面。第二呢，白棋还有可能呢，就是说打吃，你拐头，他在粘上。虽然白棋争子不利啊，有可能被你挡死了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外面损失也是非常的大啊。他可以打吃，再夹住，你吃啊，那么白棋吃，你提这个，白棋再扑进来。这里还需要做活，那么以后被这个也被扳死啊，这两个子被扳死了，这个黑棋也是可以说是破了这个空以后呢，得不偿失啊，得不偿失。所以这个打吃了以后啊，这个长的变化是不成立的。打吃了以后呢，那么黑棋呢，这个棋呢，应该怎么走呢？黑棋的这个好的下法呢，就是应该是单长，单长。现在呢，这个白棋不得不补了啊，这里有毛病，白棋不得不补。白棋呢，拐吃啊，白棋拐吃。白棋虽然暂时呢可以粘上，似乎吃的大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里面的味道呢，明显呢要坏一些啊，要坏一些。它是黑棋有这边挡的先手利用，以后可能爬完以后这边挡的这个关子都有关系，所以呢还是直接吃这个比较这个安全一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呢黑棋再拐，这个是先手要争掉这个白棋啊，白棋呢还是必须得补，必须得补。然后黑棋再靠压一下，靠压一下。白棋呢就是说呢，这个地方不走当然是可以，但是被黑棋先手扳一下这个太难受啊，被黑棋先手扳一下只能往回缩，所以呢白棋呢大致上呢也退一个啊，也退一个，也退一个。就是说那么呢这个变化呢可以说呢是告一段落啊，告一段落。那么结果呢，白棋啊比较完整的也不小啊，也完整的守住了这个底下的实控啊，实控在目数上呢很有收获。但是黑棋呢也通过这一串的先手交换啊，在外面呢得到了不少便宜，同时这个口呢也基本上呢是封住了，也封住这个
基本上是封住白棋，白棋再走的话，黑棋可以靠住啊，靠住，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是个软头啊，你要靠这个呢，它就帮助啊，可以说呢是基本上封住了这个白棋的出路。黑棋通过先手对白棋的这个利用啊，能够先手封住这个出路，在这里呢啊也有不少的潜力。可以说呢，这个图啊是双方啊可以接受的这个变化啊，变化是白棋呢采取这个取实地的一种下法，白棋采取取实地的一种下法。那么呢，这个好坏就要看这个外面这个黑棋的潜力有多大啊。如果这边也是黑棋的模样的话，那这个白棋不好，因为它这个潜力太大了。如果这边啊是正常的这种形状呢，我觉得呢就是说呢，双方呢还可以接受，双方还可以接受。不能让呢这个白棋啊虽然守住了空，但呢不能让黑棋的外势发挥太大的作用。如果作用太大了呢，那么白棋这个下法呢不太好，不太好。过程中呢还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黑棋退呢是本手。如果说黑棋想搬啊，追求这个更高的效率啊，更高的效率，那么呢这个有点稍微呢就是说有点过分啊，稍微有点过分。如果白棋啊你再跟着硬啊，一个一个跟着硬，这个是黑棋呢以后再直接压过来等等，他就不一定呢做你这个交换啊，不一定做这个交换。那么白棋呢，你这个搬的时候呢，白棋有可能断打，这个小心点。黑棋拐，那么白棋粘上啊，有了这个断以后，你已经没法争吃掉人家了。那么如果你在这里补呢，也不太好补了，这个棋已经是不太好补，对吧？其实你补一个白棋，就算走一个的话，你还得补一手啊。这个就是与刚才相比呢，这个黑棋呢落了一后手，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所以呢，这个棋啊，不说白棋怎么长出去反击啊，就说是普通的这个黑棋呢，也已经呢被人家断打到一下以后呢，也呢有这个吃亏的感觉，也有这个吃亏的感觉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棋啊，黑棋还是单退一个呢比较好。那么这个下法呢，是白棋下扳以后双方的这个正确的一个变化啊。白棋下扳的时候，双方一个正确的变化。白棋的目的呢是守住底下的实地，但是呢就是这个选择的话呢，你要注意被黑棋在外面呢形成一些后势以后，这个作用呢不能太大啊。如果太大了的话呢，白棋这个选择呢就是有问题啊，有问题。另外就是说呢，还有一种就是白棋加呢，这个没有必要啊，白棋加看上去挺凶，没有必要。先不说黑棋其他的一些手段，黑棋就算再最简单的退了断，对吧，依然就还原成一个这个你扳了打的形状。所以这个加啊，反而给黑棋呢会留下一些其他的选择，这个呢加是没有必要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下法呢，就是白棋啊在上面反击，也有扳的啊，也有长的啊。这个下法就是呢暂时放弃这个实地，以攻击这个黑棋呢为目的啊。或者说呢就是说我下面扳让黑棋形成外势呢作用太大啊，我不肯，那么呢也有走这种下法。那么白棋啊，我们先看看退了以后呢，黑棋呢就可以跳，你们也不要急于下来，急于下来的话，这个被罩住以后，黑棋这个做活太苦了啊，太累，你就轻松一跳啊，这个基本上呢就能跑出去了。这个底下呢，白棋呢也无法联络啊，白棋这个贴啊，以后呢搬啊，白棋搬，这个扳呢还是要守住的，哎，守住这个底下要点。如果底下老不走呢，被黑棋走了以后呢，不但有可能做出眼来，同时呢，对白棋啊这个眼位呢也有威胁。扳。那么如果黑棋不走啊，那么白棋拐过去，那黑棋毫无收获，黑棋肯定要走啊。在这个局部呢，虎虽然也能这个分断这个白棋，但是呢这个是熟手啊，这个白棋就立一个，这两个是熟手。
在很多手经题目里面啊，甚至我们提到了一个手经，就是家啊。这个棋呢，非常漂亮啊，看上去非常非常漂亮。这个可以说是局部的一个手经啊。如果你走别的嘛，那可以胡打一下啊。如果你长呢，那我正好顺势一冲，白棋拐，那我正好顺势冲下去啊，以后有度啊，或者有长，甚至于有断的味道，这个步调很好，这个步调很好，这个是分段白棋的这个手劲。从这个趣味性和观赏性来说，当然这个家很好，有这个手劲的价值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棋呢，好不好啊？我们觉得呢不一定啊。这个棋还是呢，接下来白棋的好棋呢是坚硬的，坚硬的。那你黑棋只有打，粘上啊！你不粘，你前面走的就没有意义。那么白棋再飞出来，结果这个交换呢，不见得便宜。这个黑棋不见得便宜。整块棋呢，虽然黑棋破掉白棋空，但是白棋都很厚啊，这个头也出来了。那么黑棋这个棋以后呢，是一块比较苦的啊，这个孤棋，还得向外面逃啊。具体的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，也是全局而定。我们认为呢，这个家啊，有点这个华而不实了，华而不实。虽然是手筋啊，但是有点华而不实。其实呢，简简单单的，贴这个就挺好，贴这个就挺好。贴这个的好处呢，就是说呢，贴住以后，贴住白棋的这口气啊。对白棋这个拆二的威胁呢，自然而然呢就变大了，自然而然就变大。那么如果假设你再飞的话啊，那么以后黑棋有可能有这个反击啊。即使以后你再加啊，加了以后啊再搬粘，这个底下呢也会也有。而白棋如果来搬粘的话呢，那我就直接粘上了，就没有必要去走这个加和白棋粘的家伙，我直接粘上，以后我就不是打在这跟你粘上，以后我就直接一段打啊，这个眼位就会差很多啊，这个眼位就会差很多。所以呢，这个白棋搬黑棋就打啊，以后白棋可能会先贴一下，然后呢再飞起来啊，这个呢这样是一个很难讲的这个结果啊，很难讲的这个结果。这个好坏呢，要根据这个全局而定啊，全局而定。如果说啊，这个白棋外面很厚啊，或者说黑棋外面还有孤棋，那么黑棋这么作战呢，它是过分的啊，它可以说是有点过分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黑棋啊，它的负担比较沉重。当然，如果外面黑棋啊没有什么负担，也比较厚，那么就跑一块孤棋呢也没有关系，毕竟来说呢，我还是破掉了这个白棋的这个。不少目数，白棋的这个目数不少目数，所以好坏呢一定要根据前局的情况来看。这是白棋长的这个变化，当然白棋也有搬，这个搬的意思呢也就和这个白棋长差不了太多，差不了太多。那么黑棋肯定是要退。接下来呢，白棋立啊，这个是要点啊，这个是棋形的要点。你这个急急忙忙去压啊，这个是就不好了。这个是虽然压了，但是呢，黑棋就退，你并没有好的后续手段，是吧？而这个地方不走，你被黑棋一扳，这个就很难受了，是吧？如果你走一个呢，要被人家断打一下，这个棋形就完全坏了，完全坏了。你要走别的呢，这个黑棋一会儿都在里面都快活了啊，你根本就谈不上攻击，也可能自己都变成孤棋了。所以呢，搬完以后立啊，也是个这个要点，是个要点，一定要守住。那么守住以后呢，这个意图啊跟刚才长呢也差不太多，差不太多，就是说呢，我放弃一点点实力，把你这块棋啊走中，把你这个走中呢，通过攻击。以后呢来获取利益。接下来黑棋拐啊，白棋呢退啊也可以，退也可以，
这个就是说黑棋贴呢我就藏啊，就藏。这个子粒越来越多，以后从这边拦住的这个严厉性呢就会越来越大。反正不管黑棋怎么跑啊，你就跳这个跳这个啊也好，反正白棋呢就跟着出来啊，跟着出来，把你这个整个一块棋啊当做一块孤棋来进行攻击，来进行攻击。当然了，这个白棋呢也可以考虑从这边跳啊，这也是个棋形啊，这个也是个棋形，对的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形状啊。你打吃，那我就粘上。你虽然打着一下，但是你毕竟还是要补这个断点啊。不管你怎么补啊，粘上补也好，或者飞着补也好，我白棋呢再从这里飞出来，分段里啊，在分段里呢，依然呢就是说呢，对黑棋啊保持这个攻击性啊，保持这个压力。这个结果呢和长的结果呢，大同小异，大同小异，就是白棋呢，放弃一些实地，同时呢，稳健的啊，比较稳健的守住这一块的木啊和这个地方的木。这个地方呢，说起来当然也是木了，但是说的更现实一点呢，就是白棋的根啊，白棋就是很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根守住啊，不让黑棋有反攻倒算的机会，然后呢再缓慢的对这个黑棋呢施加压力啊，施加压力。这个白棋呢，根据局面的需要，当然呢也是这个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么黑棋来说呢，它毕竟也破掉了白棋的目数啊，这个下法呢好坏呢难讲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回头呢，简单的啊给大家呢来总结一下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阵势，黑棋靠这个来破白棋的这个时控呢是可以，就是呢局部手段来说是可以成立的。而白棋呢有两种选择啊，有两种选择。就白棋这个选择这个的时候，底下扳是一种守控的下法啊，守控的下法。那么呢，选择这个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点，当后形成后来这个棋形的时候啊，就是说呢不能让这个黑棋在外面的这个阵势啊，这个后卫啊啊发挥太大的作用，这个是这个白棋需要注意的啊，不能让黑棋发挥太大的作用。黑棋如果没有太大的作用，白棋这个守攻下法是可以的，当然黑棋呢也不坏了。这是白棋底下扳需要注意的，如果它这个发挥作用太大呢，那你这个扳呢就不太好，这个是白棋需要注意的。如果觉得你底下扳不好，或者你觉得攻击比较好呢，白棋啊对于这个靠上长或者是扳啊，这个呢都是可以的啊，白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白棋在过程中呢就是需要注意啊，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根啊，把自己的这个眼位呢走结实了，不要给这个黑棋啊以这个反攻倒算的这个机会啊，以反攻倒算的机会，这个是白棋呢也是可以选择的。这个选择权啊是在白棋手里。那么黑棋啊最后呢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呢要注意自己在周围不能有太弱的棋，或者还有孤棋，或者说呢不能在周围白棋太厚的情况下呢去靠进来，因为这样靠进来呢会被白棋反击，以后当你要跑出来的时候呢有可能被白棋纠缠攻击。好，本期呢节目呢我们呢就给大家呢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